我们嘉陵教育中心的主任哈，黄主任为我们这些长辈哈，加冕几句哈。黄主任请。哦，谢谢，那谢谢恁土库乐龄，恁张宏理事长哈，恁的执行长哦，今天今天是了哈，恁今天是咱那个土库乐龄哈，还是中心哈，这个结业式哈。108年的结业式，啊，今天是真欢喜来参加咱这个结业式的这个活动吼。咱这结业式的活动吼，咱非常的精彩啦吼。当年吼，一年一年搁比一年搁较精彩吼。咱伫咱这张宏吼，咱这迄个执行长的这个带领咱这的时代吼，大家吼拢愈来愈健康吼，看大家这的体能啦吼。个这个活力啦吼，各方面哦，才艺吼，等等吼，哦，拢表演甲真精彩啦吼，拢吼愈来愈活动甲安尼吼，愈来安尼愈身体健康，个愈来吼，迄、那个咱这个才艺方面啦，个精神方面吼，咱这时代吼，规个拢非常的安尼好安尼啦吼，这就是咱这个土库乐龄学习中心吼，办了非常成功啦吼。伫咱这张宏理这个执行长吼，带领咱这的时代吼，安尼哦，非常的快乐吼。伫咱这土库乐龄中心，互咱这个阮这个婚姻馆政府这边吼，阮这个婚姻馆的这个家庭教育中心这边吼，安尼来互咱这个土库乐龄学习中心这边吼，安尼来帮忙咱这个地方吼，互咱这地方的时代吼，安尼。非常快乐的伫迄只学习安尼，来安尼吼，就是讲咱安尼愈来年纪愈大吼，毋过咱是非常的快乐，个学习甲非常的好，自我吼，家己拢成长足济安尼啦吼，看到咱遮的时段吼，安尼这年啊快乐吼，这年啊乐融吼，咱即、這个迄、那个学习中心吼，咱即个乐龄的学习中心非常的成功啦吼。而且吼，我爱代表阮县政府这边，非常来感谢阮的张宏，咱这张宏的咱这执行长，佮以上咱这迄、那个咱这时代吼，恁安尼吼，安尼来参与吼，行出来吼，行出来咱这个社区吼，大家来参与吼，安尼就是非常的这个吼，算讲有生活吼，活在这个咱这生活中安尼吼，这就是咱的。快乐的生活吼，这就是咱的目的安尼啦吼。以上吼，祝福咱这个看到咱这个活动这么成功吼，阮非常的感谢，爱在此吼代表阮这个县政府、阮婚姻馆吼、家庭教育中心这边吼，来感谢咱这个张宏吼，咱这个张宏咱这个执行长啦吼，以及咱这个团队吼，感谢吼，就祝福。咱这个新年吼，咱这个甲大家拜一下早年吼，嘛咱这个过年要到啊吼，嘛祝福咱大家吼，阖家平安吼，大赚钱吼，好，感谢哦。哎，感谢咱家庭教育中心吴主任，今仔对咱的时代吼，勉励吼，咱明年还搁较拍拼嘞，吼，咱这代船要出发来先吼，倒转来，今仔就是大船入港，大船入港，大家拢有。真好诶，即个成果，吓，咱未使互主任失望，咱明年还搁较拍拼。再一只感谢黄主任，感谢咱所有在座诶，咱遮时代，感恩，谢谢，谢谢，新年恭喜哦。